对吧？啊，新加坡够有请人家对吧？嗯，是查某拢无对吧？是啊，我带。啊，重男轻女对吧？无啦。老二郑红威，咧董太圭，出生59年。啊，老三郑碧霞，在长泰街出生，4个月后，我们就到万大路去开店。哇，就是这里耶，万大路。对啊，爸妈在这边开了安全矿油行和轮胎行，靠着这间店，他们把我们4个小孩抚养长大。那你还记得什么？哦，我们都在这边玩过五关啊，跳房子啊，是一个充满很多快乐回忆的地方。老四郑红坤，64年出生，在万大路出生。我跟你说，以前你爸爸跟你这么小的时候啊，门就这样推推这样一点点哦，然后怎么样？你爸爸都这样穿进去哦。因为小时候我爸妈都很喜欢带我们去逛夜市，去吃宵夜这样子啊。那有一次晚上的时候，好像我那一天特别累吧，写完功课我就先睡着了。可是，在营业中我就突然听到说，哎，怎么？好像有人的声音稀稀疏疏，然后就听到一声关铁门的声音，我就想不对不对，我就赶快爬起来，就全都起来了，就透过这个洞看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们就是已经坐好车，然后车子准备就是发动，我就赶快使尽气馁的力气把铁门打开，然后车已经离开了，我就开始追到那里，追到青年路那里，最后真的没力气了，我就不知道，我就很难过，然后就黑暗中这样子，我就哭着跑回来，结果我发现我阿嬷就在门口就说：“阿皮，然后你鞋冲下来，哇，你阿母滚的照照。”大概是从民国68年开始，我们在这边住到81年才搬到土城的。我搬去土城上没关系，上没关系。到今晚我们还没关系。到刚坐一撮车一点钟。阿要讲是二等平民啦，啊，我要这间厝是应该是心满意足啦。嗯哼。哦，一般过去看一般的厝，我都无介意，我来介意这间罗中路。哦，2万块落来算命。我算不平安无了。还没啊。人讲，10个光头绝不富，我那个存款有10万的，啊，晒个面子。六块六的，老胖的，吼，台湾省啊，一台安尼啊，这上济哦，这个金门头济，我面对现实，我未解决，像我咧未解决，这头毛一未好，我嘛是爱一天过一天啊。阿撇下来，不，阿公来啊，阿公，哦，啊，哦，金光陈长棍的，几岁啊？63。63啊，阿甘当地人。我是浙南，对不对？浙南吼，东港，东港哦，浙南有海产嘛吼？浙南是山线，山线哦，山后龙是海鲜，是，安尼好。阿公今麦也享受啊嘛，拢无做空啊嘛吼，应该无啊，免做啊吼，安尼乞讨啊，12000，好，加油，万二块，100000，阿你免几多？哇，那涨几回？几？是啊，阿公蛮厉呢，哇，蛮厉呢，阿公蛮厉，你想要种什么？我欠你啊！阿公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叔叔。阿公，你今晚差不多60几岁，刚刚在伊站舞厅啊，是伊唱。喂，没有，爱唱歌，哎呀，唱歌啦，唱歌。是，别记了，边有坐台一种的啦。没啦。阿公这钱，你不要笑没有？阿公准备去执法啦，啊，哦，没啦。这20岁就掉了，真的哦，20岁掉了，但是很漂亮啊，你看看，我应用掉嘛，尤伯莲呐，那个台湾的尤伯莲呐，尤伯莲呐，啊，尤伯莲呐，对，演国王与我的，啊，是，哇，你把安尼款个跟那伯莲球嘞，扛你都一样，啊，我这皮啊，啊，谢谢啊，好，多谢，对，那个我老爸是我老母招的啦，
啊，阮老母迄边用烟灰，阮老爸较袂晓，较袂晓想啊，啊，全较无爱做事啊。啊，来就是讲，你有三年三岁吼，是日本时代啊。啊，迄咱做囡仔根本唔知影，知影咧考试知啦。嗯你会记什么代志？考试是美军啊，美军教你考试，好好着个字啊，啊，拢爱走人工字啊。嗯。都国民学校六年，都剩两个月毕业时，我伫这个新店的这个一间饼店，一间咧店面的卖小卖饼店啊，咧食头路啦。嗯。都出来做囡仔工，赚一点钱啊。对啊。你讲。一个百二块。哎，昨天还无，一天死。啊，唔过你伫昨天暗吧，你感觉你学着啥物？我有排版啊。哦。我会排版啊。啊，啊是即摆来电视发展来，大家会上紧的。报社咱倒落去电视啊。对啊。哦，啊，阮报社排版哦，因为排版即摆拢无效啊，即摆拢电脑咧排版的啊。对啊。哦，即摆。大学生都出来做阮烟鬼，这小学生的代志啊。对，我是叫卖做啦。啊，我啊，你看我倒出来塞烟，只一工塞咧四五百块，袂歹。迄阵钱就一万几块，差不多。啊，开车开久忝啊，啊，看有啥物。拢在想咩？拢为民服务的，拢做的，拢是粗工的介绍的，对吧？啊，补一个链几十块啊，我嘛一工来补换一个链，了来趁钱。谢谢。我讲这个高头鸟翅鱼，你听讲名？水噶。高头鸟翅鱼有无？第一，伊有这个福气，伊有疼翁，有爱翁，伊才有这个福气。翁会保保护伊。这阵的人吼，拢是海军毕来毕提出的这战友啦吼，伊个人迄个真热情啦，啊，佮要讲从通啥吼，真正热心，真好，亲像你办这个活动啥，实在讲嘛是拢因为伊，所以讲这个人才会当头看到讲在讲斗阵做伙。伊有一个真好的名称，叫做哦，我大家叫人叫金刚的。啊，我是讲，阮两个吼，我含我隔壁这个拢甲叫庆刚，嘿，庆刚。为做兵进前无怕着阮这个林林的兵将，这个代志我唔知。啊了，因为。你说你我有你，也没有头发，这样子哦，那个也头发。对。早上你到，早上你到麦当劳吧。早上我在麦当劳。你进去干嘛？我要一个薯条。好不好？好啊。一个。饭哈，25块。吃麦当劳了吗？小小的花呢
婚最早的结婚吧，我娶了一个老婆欧珠玉，生了一个孙女郑妙玲，很可爱。举得越高，钱赚得越多；举得越高，智商越高。爸爸妈妈用掌声让他们加油。我甘愿用我所有。